このビデオはヨドキフィクションズボ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比美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宫斗剧？2011年开始播映的《后宫甄嬛传》，我已经不知道看了几遍。今天就先来吐槽一下宫斗剧。一，古代人身体有够差，早上各大妃子从宫中坐轿子来跟皇后请安，皇后明明一根脚趾头都没动就喊累。好啦，本宫也乏啦，大家跪安吧。谢谢娘娘。稍微吹一下风就手风寒，风寒一顾不好就变重。糟糕，小主恐怕挨不过一个时辰了。如果是现在的 COVID-19 还得了。给平常再送快筛，若是阳了别关入冷宫中隔离14天。小主吩咐的打胎药，虽然大家身子都很差，但听力却出奇的好，没远的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二，粗糙的犯案手法，雇佣刺客杀人不着痕迹，但起尸地点总是很烂，不是头颈就是头骨，隔天一早就被发现。三不五时就纵火烧宫，真是没创意。有制药能力的妃子靠自己制毒，一无是处但人脉很广的妃子就找宫女买毒。嘿嘿，小妹妹，这里有很多好东西哟。你有什么？杜芳蓉50两，红色粉100两，鹤顶红250两。纯吗？纯啊，哪次不纯？给我杜芳蓉。再去灰姑。三，公平审理。集聪明才智于一身的皇上，办事明理，绝不冤枉人，有一套自己的审理流程。哇，轮着奴婢检出。奴婢有认为六阿哥的心腹其实是张太医啊。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啊？这人证可是我收买来的，他的老母在我手上，绝对不可能做对我不利的证词。皇上，我有物证。慈香囊于张太医之办公桌发现，上头的刺绣明显出自鼻贵人之手啊！皇上冤枉，这香囊分明是有人从我这偷走的。偶尔皇上也会明理一下，使用科学办案。滴血认亲吧！把被告拖出去斩了。还好还有身兼缉毒犬的太医。皇上，此水有添加了明矾，任何人的血在其中皆会消融啊！把原告拖出去斩了。四，皇上难为。皇上每天在外要面对上千万的臣子，内有后宫佳丽3000要管理，后面又有妈妈一直想干政，不然就是叫你要记得雨露均沾，把皇上讲得像什么万用蘸酱。你以为古代妃子有多美，很多都长这样低画质，也难怪皇上要一直纳妃。但皇上还是每晚都吃得比你好，可以选的妃子比你附近可以叫的外送还多。就这个吧。妃子经过清洗包装完整又快速送到，干净又卫生。好香啊！我妃子难为，在后宫一不小心就会惹到人，要担心自己之外，还要担心家人、家人的家人，还有家人的家人的仆人，他们的命全部都在你手上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学习琴棋书画，才有内涵，足以跟皇上有话聊。但又不能太聪明。2+3=5，1+2=3，5×3=15。皇上且慢，有挂号的要先算，所以是1+2=3，3×3=9，9+2=11哦。你的意思是朕算错了吗？没事，挂号不过是装饰用而已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后宫中人多势力也多，要加入对的阵营才能为日后铺路。Angela 跟 Cindy 是好朋友， Cindy 跟 Kelly 是世仇， Kelly 跟太后很熟。如果我想跟太后攀关系，势必要跟 Kelly 打好关系，但跟 Kelly 好又会得罪 Angela 跟 Cindy， 这可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不靠关系，就只能讨好皇上。偏偏皇上长很丑，如果不是龙子，谁吃得下去？好不容易怀上龙种，后面就一堆人在这打你胎。其实他们都不知道，这一台是我跟皇上的大帝巨君王爱的结晶啊。我很庆幸生在这个自由的年代，但人有时候就是会犯贱，想体验一下当古代妃子是什么感觉，所以我偶尔会玩一下宫斗游戏。这次我想当武技高超的妃子，我叫蛋心坤，大家都叫我 Dancing Queen。 家父蛋清泽因为想升官，所以帮我报名了选妃，有着女主光环的我果不其然被入选。我被册为常在，首先要挑为奴婢进宫，这奴婢最好不要长得比我漂亮，但又要善良聪明，就选这个冬儿吧，四名淡蛇 Dancer。 在这偌大的宫中，要想安身立命，人际关系很重要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很难相处，也很难聊，连皇太后阿妈都不喜欢我。我一怒之下迁怒给了位阶比我高的熹贵嫔，我使用了蓄势待发，贵嫔先熹使用了恃宠而骄，我使用了一针见血，贵嫔先熹使用了沉默不语，我也使用沉默不语，贵嫔先熹使用了金枝玉叶，我使用了破口大骂，贵嫔先熹使用了居高临下，我使用群起攻之。陛下犯上，本宫给了你勇气，却半点不知悔改，
高价炒书的我，在外足足跪了6个小时，还好睡觉体力就能恢复大半。从此我决定待在宫中，不与人来往。我每天写日记，从谁跟谁吵架到谁今天帮皇上更衣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3个月的时间，我狂练技能，无忌甚至练到绝伦的境界。终于到了年末的岁末迎新会，我可要好好表现。大家的表演都很精彩，只有我不小心搞砸了。又一个月过去，皇上终于在这时想起我，轮到我侍寝了。皇上虽然长得帅，但个性很差。想温柔抚慰他，他说我心机重；想念首诗给他听，他说无趣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睡了我。我的履历表终于可以更新了。秋，主子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嗓子有点不舒服。此时我的奴婢带来一个奇怪的男子，看起来也不是太医。一定是有人想陷害我，但那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吧。恕在下唐突，在下明荣宇，家父为太医令，殿下跟随家父。那边有劳了。当我一看到男子的面容，我突然觉得在宫中的日子有了盼头，我开始喜欢上宫中的生活。注意本游戏不负此角色。Doki Fake 除了深宫曲，还有其他各种主题，有养成经营，还有耽美类的文字互动游戏。资讯栏有 Doki Fake 的下载连结，随时开始扑通扑通的心动体验吧。